那以波瑞的性质我们都知道分三种：一个叫实相波瑞一个叫观照波瑞另外一个是文字波瑞那如果先从文相，呃，实相波瑞说，也就是诸法如实之相，也就是它不是对立的，它不是思维的，它不是有无的，它不是大大小小的，可以嫉度分别的，不是心理状态所可以想象的。 不是世俗的言语可以表达的，它是不思议的境界。因为这所有的一切，啊，它是无相，又无不相，又无相无不相，所以实相，啊，无相实相，无不相实相无相无不相，非相，非非相。那我们说要如何来证得这个实相波雷？ 就要从观照的功夫开始做，可是这观照功夫的呃方便方便的指标，这些语言文字的建构就相当具有它存在的必要性。所以文字波蕊就是诸佛菩萨亲证实相的离体之后，假借语言文字为方便，这样子来开导众生。所以。 整部经典，如果你拿了这这个几张纸张，上面读来读去的两百六十个字，那这个不产生，你会去关照它的话，这个不叫文字波瑞，这叫文字。当你产生关照，你懂了之后，产生关照的作用，这个就叫文字波瑞了。它波瑞的作用才在，就是开发的作用，它的。 整个的内涵啊，你有读到，可以作为指标。所以呢，波雷讲文字波雷，就是能令众生开发智慧，才叫文字波雷。那如果不能让你开发智慧，那么就不过是纸张上面的墨水。这样了解意思啊、哦？那观照如果没有。 这个文字博蕊为基础不能成立啊，因为我们众生是愚钝的，愚钝凡夫，我们没有像诸佛菩萨那么敏锐的能够自我觉观而亲正，啊，所以我们借由德正菩提的诸佛菩萨他的放呃他的方便善巧来作为一个代引，让我们进入观照中。 所以，呃，十，呃，十相离体所起的智用，就是关照。这是在讲哦，我们本身都是有佛性，的，这个佛性其实它有作用力，它这个作用就是会关照。啊，你会不会观察所有的一切事情？会，只是这个观察有没有加上我个别的利益为前途？啊，为前提，我个别的利益跟我个别。 的想法为前提，如果有的话，那么就叫造作的思想；如果你没有加上个别的利益、思考、目标为前提的观察、关照、了之无是非，那么这个就叫关照。可是这个关照跟波瑞又不一定扯上关系。要讲到实相的波瑞。 要证得之前，一定通过观照波雷，啊，这个观照波雷呢，星光内凝，也就是你必须把心收回来，你必须把心外的这些杂碎的东西，把这些杂杂碎的东西，看到它是虚幻的。你现在的重点不在心外，所以在修这个观照的时候，把心收回来。 照了诸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而知道这些相，现在不是重点。由空产生的妄相，那先放掉妄相的定义，这、就是每个人都自己很很很很厉害，每天都在定义这些东西，放放下这些定义。那这个妄相没有，这个实相才会现前，就是它全面。 他全面的因缘法，所有的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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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实都会现前。这个就是观照波雷，这个加行加功用行，这个观照波雷就能证得实相波雷。那举凡佛所说的一切言教，都是叫做文字波雷，因为佛纵使他说的是所谓因缘业果。 如果你能从因缘业果里面去体证它的无为相状，依然可以透过观察而证得实相。所以圣典里面的文字都可以叫做文字博人，因为它不是在描述世间的某一种情爱、利害、利益冲突等等的这些，那。 这些啊圣典，也就是佛的佛菩萨的经典，都能够表显深层的意义，让人呢能够理解而启发智慧。如果可以这样，就叫文字博雷。那我们说文字，它并不是真实意但是没有文字，却没有办法起观照而真实相。那我们讲不假借语言文字。 也没有办法引导众生，对不对？没有办法引导众生来离开他所有的妄执而正悟实相。所以文字波蕊也是修行里面不可少的开始的一个重要重要的凭据。那当然你会使用之后，从听闻叫这个闻思再来修，这过程慢慢会体会。 就进入了观照波瑞，对不对？最后证的实相波瑞啊，所以文字是工具，观照是你努力过程的一种运作，而实相是你最后体证的清净的境界。这样波瑞三波瑞解释到这里，那文字跟观照其实都是为了啊证入。 实相般蕊，所以文字跟观照都是叫方便。那这个正入实相，这是真实意，就就属于就近就近般蕊。实相般蕊在三德里面称为法身德，法身。三佛性里面称之为正因佛性。 观照波瑞在三德里面称为波瑞德，在三佛性里面称之为了因佛性；文字波瑞在三德里面称之为解脱德，三佛性里面称之为元音佛性，也就是一个是体，一个是相，一个是用。啊，实相波瑞就是体，观照文字之体。 这个观照波蕊就是用，那这个用呢，就是实相跟文字的用，你就是用这个清净的觉性跟文字结合起来产生观照，文字波蕊是相，所以体相用啊、哦，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在了解哈，反正观照波蕊就是用，如果你有体有相而、啊、不用。 最后的答案还是反复一个，<laughs> 好。所以《心经》它是不是平面的文字？它不是平面的文字，它是要你起观照之用而证入实相啊。那实相的这个体证是由观照的功夫所获得。那这个观照的妙用是由文字作为启示。 啊，我们有这个办法进入的，所以文字波瑞是以实相为本体，这样子，这样同学应该都很清楚。那我们讲啊，这部经啊是属共波瑞还是不共波瑞？如果你只读到这部经，它里面谈到的空，而没有走后段。 这个菩提萨多这一段的话，它依然是可以称之为共波雷。那共波雷是三层共同需要修持的，就是对于空的道理的了解跟体证。如果你有发起愿心，也就是后段这个呃，也就是属不共波雷，这是菩萨。 特别才会修的不共般若，所以呃，共般若讲的是三乘所同文共修，那菩萨呢讲的是甚深的般若智慧，所以叫不共般若。简单说，以空慧得解脱，以大悲为方便，通达般若性空，摄导。 所修大恨而成佛，这个是菩萨微妙法门，是不共波雷。所以，只要你是建构在空，就是无上面的空，这叫断灭空。你直接是空，即是有的空，就是波雷。 所说的空，毕竟空，这样听清楚。我们一般来讲会建建构在这个是虚假，这个没有，以否认的态度来说，这个是没有，是建构在没有的状态。这个是偏执的空，在有里面，同时就是空，是建构在有里面的妙有，这样。 是波蕊毕竟空的道理，这样了解意思？好、哦，这个就是啊，《心经》所要讲的。那我们要努力的用功喽，同学，今天说的东西，这个经论你都查得到，听一听，还给他，那就等于没有来上课，所以。 回去要知道、哦，要识破诸法虚妄。当你心中立一法，你要知道诸法虚妄，当体即空。那空不是笨笨的，是了无一法可得，灵光独露，真心显现，迷情妄象，当下消殒。所以呢？ 我们要依照这个波蕊微妙的法门来做修正，由文字波蕊起关照，实地的努力的用功，观至明了，事破诸法虚妄，当体即空。那慢慢呢，你会知道。 了无一法可得，这个了无一法可得，要把它当成一句座右铭。如果你常常是在有内心的一种决定、立论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就是要回光返照，去思考到。 你是有范围的，在定义它。而这个诸法空相啊，了无可得，也就是它涵盖所有的因缘、所有的条件、所有现况、时间、空间等等。啊，这里面，它不是一种相状，所以你可以接受所有的不同。 而清静的看所有的一切里面，由实相去做处理，这样就是清正实相波雷。在这种状态之下，就没有所谓生死跟烦恼。我们所谓有一法的立论，就是生事情达到你所要求的某种程度，那就是死。 好像结束了，结案了。一顿饭的开始，第一口吃完了，放下筷子，就是一个生死。那如果你在吃饭的当下，知道吃饭的我跟这顿饭，跟所有的一切了不可得，并不是你没吃饭。 也不是这饭是空，我是空，而是先从吃饭的我、坚持的我、吃饭的动作、菜菜肴的味道里，从有而去看到它不可掌握性，不是对立而否认它，称之为空，而是它当体是虚幻不可掌握的，这样空的道理就更胜一筹。 之后呢，这个吃饭的定义，吃饭的我的现在，这个饭呢，是为不食而食是借假修真呢、啊。而这个真里面呢，现在吃的这顿饭亦是真，但亦是空啊。那你刚刚所体证的空的想法、定义亦不可得。 所以这个时候的吃饭你没有烦恼了，对不对？那也跟你修行是一样的。所以波雷用功啊，会让你在在处处，在所有里面呢，直超直超苦海，立登彼岸。那众生都是在苦海中嘛。 古德讲啊，滔滔苦海内，波蕊为舟航；冥冥长夜中，波蕊为灯烛。这是一个举例啦、啊，也就是、呃，这个波蕊就比喻这个灯的亮光。我们不把它实体说是一个电灯啦，啊，波蕊就就像这个光明啊。那烦恼。 比喻就像黑暗，在一种不明白的状态之下，那我们要看清楚所有的物象，所有的一切，这个实相是比喻，就是所有的环境啊、器皿啊这些，所以我们要用波雷来关照，也就是要用这个光明，这个光明来看，那这个烦恼顿时就没有了。 因为光明跟黑暗不同存，所以这个烦恼顿断，实相显现，这是一个比喻啊，就像电灯打开了，还有光线呢、啊、很明亮，黑暗刹那之间就没有了，那这个物品显现很完整。这是我们分四个段落来解释，第一个讲的是波雷。 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讲《波罗蜜多》第十五页。这“个波罗蜜多”也是梵语，它解释讲到有四种含义。第一个讲到菠萝“波罗”，意翻译叫彼岸。那“蜜多”。 翻译的意思叫“道”，合起来就是“彼岸到了”。进行中叫“到彼岸”。那第二种翻译叫“度无极”，也就是能超越。第三意义叫“远离”，第四叫“就近”。这个“到彼岸”这是一种比喻。 比如说，我们像要过河啊、过江、渡江，就要用这个舟法。所以从这边要达到那边，这边是哪一边？就是你沉迷、苦恼、烦恼的这边。那仗着波瑞的这个关照的办法，当然是以文字为它的指标。 实践它就是关照,照，仗着这样这个波若的关照来度脱。那这里还是要强调，当你要度脱苦厄，达到彼岸，基础是站在无一法可得的毕竟空空。那这个智慧而过的，并不是站在。 烦恼相。如果你站在烦恼相，那么你走的就是世间路。他在生死的相中、事相中，讲经重复讲好几次喽。那我们众生呢？为什么这个皮喻啊，讲此岸跟彼岸有此有彼，其实也是一种始终对待。 是对立的说法，是因为众生迷了本性，沉溺在烦恼生死苦海里面，所以用这样做譬喻。那要让众生认识本有的这种真心，要获得解脱，也就是必须有这番的演练。那这个演练的办法，就像周行，就像周行。那这个演练。 办法的功能就像灯烛，就它产生的功能作用，就像灯烛一样。一个是以有相而言叫周行，一个是以它的功能无相而言，就是指它的光明灯烛的作用。总之，能断烦恼了生死正涅槃，就是彼岸，这是境界。但这个。 心经最后讲到这些境境界亦不可得，亦不可得。那这是后面在阐述的。那么此案呢，他常常讲此案就是众生造作业而受苦的地方。那彼岸呢，这是比喻法，诸佛菩萨究竟解脱的境地。 那菩萨是怎么来成这个波若船呢？它是以法空制菩萨是以法空制成无相船，也就是这个船是什么？是无相船。一直要强调，因为这个《心经》讲的是空，那空的层次跟定定义差异很大。 所以，菩萨是以法空制成无相传，从生死的彼岸，呃，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那这过程里面，菩萨一定有大愿跟大悲。这个大愿跟大悲的前提是出离心，是出离心。今天你要读心经，要修。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如果你没有出离心，色怎么空啊？如果你没有悲怨，空怎么不异色？它一定会中间有一个不能衔接的、不能衔接的空档。所以在大悲大愿之前。 要处理，处理有为世间的这些法的幻象，就是法的执着。你要处理，当你处理到这个空也不可执的时候，你才能够打开去看到所有的一切，要不然会住在空啊，对不对？啊、oh.。 所以大悲跟大愿，不是只顾到自利，不住境界，不是住境界，一定是会看到一切众生，普度一切众生，同登彼岸。因为后面就会讲到菩萨，这个是讲到彼岸，所以大家一起到彼岸。 到了彼岸，非彼岸；<laughs> 无此岸，亦无彼岸。啊，通通都是涅槃境界。啊，这话讲得很快，很顺溜。好 <laughs>，第二个叫度无极，哈，第二个呃意义叫度无极，就是依般若而修两种生死。 一切诸苦就可以度脱无余，所以叫度无极。哪两种生死呢？我们讲啊，人我空，法我空，还有生死，还要讲什么啊？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对不对？所以度无极。 凡夫有分段生死，二乘人跟菩萨有变异生死，对不对？所以呢，度无极就是这两种生死跟诸苦都消融而度脱了，叫度无极。第三个道理，第三个意义叫远离，也就是用波蕊来关照，能够远离一切颠倒妄想。 故曰远离。其实这个远离是非常非常容易有体会的。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看得很明白呀，这个心体啊，本质清净啊，然后万法无一法可得啊。如果你可以这样来先解读自己。 存在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你那种五蕴的苦厄，马上就可以降低，甚至于远离。但是人之所以佛法不好用、不能用，就是因为他不想这样，来让自己从这里处理出来，因为对于自己。 爱的理想，就自己的理想，坚持着，坚持着，再坚持，哦，非常的坚固。那这个坚固反映起对人事物的不满、跟排斥或要求，就是取与舍，就是在取当中，就是坚持着自己的这个我。 所以不能远离，你就学着不要那么爱自己嘛。其实不要爱自己，就是真实的对待自己。你要拯救自己呀、啊，所以不要爱自己，并不是说，嗯，让你呃不吃不喝，裸衣赤足，那样跑在肩上，街上不是这样子，而是你不要那么。 爱执迷执着于自己五欲，不要执着于这些，让自己能够从这个地方就看到，嘿嘿，爱着自己虚伪的心思，那个不实在的幻觉，所以爱上自己的幻，更幻。 对不对？啊，所以第三个叫远离；第四，它的意思叫就近，就是菩萨依这个波蕊圆满成就自利，也利他。自利就上求佛道，利他是下化众生嘛。那如果能够圆满具足，那就是就近呢。所以一切诸法。 究竟之意，就是由这个波惹如实的修行，可以圆正三智呢：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可以圆正三智，彻见诸法实相。这个就是究竟的意涵。那我们看自己的烦恼。 其实人第一个想要的并不是度众生，人基础上第一个是感觉到自己很烦恼，所以我希望我能够灭除烦恼，离苦得乐。所以种性上它是一个次第的开眼，所以二乘人他能度。 也能超越这个见思烦恼，超越分段生死，到偏空涅槃了这个时候，真是感觉良好，好像世界上的所有一切跟自己不那么密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某一种轻松，某一种自在，这个不叫波罗蜜。 这个不叫波罗蜜，因为他是住在境界中。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去看到二乘人，我们不要讲二乘人，我们讲声闻乘。声闻跟缘觉这个基础功其实是非常非常值得赞叹的呢。真正用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去看你自己，理清你自己。 如果你可以用等同我们这样的态度，就看自己，理清自己，你绝对会有答案。你的关照法门，你的关照，w o r 绝对不会闪烁。到时候你就自动归队，因为世俗的东西你会看得很明白。 就是明白自然出离，就是自然出离，而悲怨自然现前，一点也不勉强。如果你看不明白，有一法想要把握、想得，那至尊只能用方便，一直鼓励你。众生很苦。 菩萨呀，菩萨，把你的种性激发出来。如果你真出力，无一法可得，那么就会自然是波瑞波罗蜜多。这、就是显示啊，安乐的彼岸必须要仰仗波瑞才能到达，要亲证实相。 那我们讲啊，这个波罗蜜都有谈到菩萨，菩萨有六种波罗蜜，六度。依这个六度的修行目，得木度脱生死苦海，到达涅盘彼岸，所以称为六度，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个六度最主要呢，就是。 度则六弊，弊也就是遮蔽，会遮蔽我们的觉性。那这个六弊呢？那六弊就布施度悭贪，持戒度毁犯，忍辱度嗔恨，精进度懈怠，静虑度散乱，智慧度愚痴。 那当然了，它的原文呢是“谈波罗蜜、尸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那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罗蜜波波罗蜜。那菩萨在实践菩萨道的时候，当然有的会谈到十波罗蜜啊。哦、这个波罗蜜既然有这六种，那。 这部经《心经》啊，波瑞《波若波罗蜜多心经》，为什么只讲波瑞它不是摒除五，它最主要是在表达波瑞是正行，其余的五度是助行。因为有波瑞之故，你自然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 就不会是世间相，他所体正、体达圆满，就是要有这个波雷为他的眼目，就是他的中心呐、啊。所以这五度是为波雷所摄持。你布施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哦，那答案不一样了。 对不对？给、okay, 同学写了很明白嘛。布施无波蕊，唯得一世荣，<laughs> 对不对？你有物象、有标的、有人物的这种布施，就停留在世间的极限的想法。只要有极限，它的答案当然有极限：时间的极限、物质的极限、价值的极限、你喜悦的极限。 精神层次的跟物质层次的极限，所以布施无波累，他没有办法从实相中去看到全面，而空的智慧，毕竟空了、啊。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它只是一个物品的移动嘛，场次所所使用者关系法的转换而已嘛，所以是不是唯得一事容？ 你的极限一定发生在某个时段里面去使用它，就这样。现在你用，下一次还回来让我用。显而易见的，很容易懂。后世于殃在啊，那如果有极限的话，到未来世啊，还是所谓来来去去而已啊。 所以以后如果有物物分享的时候，是不是要拨瑞啊？是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搞快交爱情哦。<laughs> 什么时候还？当你很多很多的时候又还回来，还真烦呢。<laughs> 当你没有的时候，刚刚好还，因为刚刚好救急，也很好，对不对？这些是假设说，这都是假设说了。 那真正所谓的波雷啊，也就是布施波罗蜜，它就会有你需要的时候最好的因缘，这一切无形无相，一点也不勉强的涌现在前。就像很多大德啊，很多大德他需要什么，哎，这就现钱啦、啊，所以水到渠成，对不对？ 那么世间人呢？如果一世荣啊，你这辈子做了好多布施的这个慈善，那集中在这个坏这个时段里，来生来世也会在某一个时段里面啊，非常的富有，但这很危险呢，对不对？很危险。那用完了之后呢？不适应。 那也因为拥有的物质而起贪婪，或许会签令，或许不会，但是放不下的可多着。造作的这种自主权呢，又大，是不是？持戒如果无波惹的话呢，战身上欲界，还堕泥犁中。如果持戒。 啊，你没有波惹智慧，你只是会得人天报嘛，所以会升到比较殊胜一点的欲界。天上啊，欲界天呐、啊，死后还堕泥犁中，还是下地狱的啦、啊。所以，如果说你持剑没有波惹智慧，你不知道是。 清净菩提心而持戒，那么最后你可能果报在人天，因为你不伤人，不伤众生嘛，那自然也不会有恶的苦果在三途苦里面。但是毕竟是无法解脱的。讲到忍入无波蕊，报得端正行，不正即灭人。 这个大家应该就要好好参一参喽、哦。这个忍住啊，如果忍住羞耻忍住没有波惹智慧的话，那是硬忍、强忍、难以消化的人。偶尔呢，放空放空，不去计较的人，智慧是不现钱的啦。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老阿嫲跟老阿公忍辱修得不错啊，孙子啊那改楼啊那改卡拢袂要紧呐，儿子怎么不孝，他也会原谅他呀，啊，持守的那一片家产呐、啊，那一片田野，作物啊，劳苦啊，是不是忍辱功夫也修得很好？不管是。 这个众生的语词啊，麦听点厚了，不管是环境里面的啊这种恶劣情形啊，也是能够照单全收。看似忍入有功夫，却不是佛，这里面差很多嘞，对不对？所以忍入要有般若智慧，他是能够。 从事项中不住是非，而看到这个实相，我应该如何把这个完整？对方无法跟你沟通，不成一个平线的时候，不成一个平台，可以来去融合的时候，先要把自己的这一方用波蕊。 的智慧消化掉，消化掉之后，在外界的一切有赖时间空间的因缘和合,合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有那样的契机，让你化解。所以这个忍入不是刹那，要完整的忍入波罗蜜，它不是刹那的。 我们常常会在修行的时候期待一个时间，对不对？我这样忍下来，忍得一时，那好像这个冲突不见了。这个时候并没有产生所谓冲突的现象。那期待这个忍之后，以后就不会再发生。 这个是不可能如你所愿的。这个忍入，他必须在环境中，当然忍入的存在就表示有人我了，有人我，那有物啊，就是色法跟你的心法存在才会有人入嘛。当你的心色在这个里面不产生一个平衡。 他就有一方必须接受这个冲击，而这个冲击只看到冲击的表象，就是忍入咯，冲冲击的表象，你不反弹、反弹回拍，不让这个冲突产生伤害，这个就叫基础的忍入功。但是呢，这个意义并不完整。 这个忍入的定义有讲到，对于实相空的道理的认可，也就是你必须加上空的道理在里面接受它，而且指认这所有的事件的背后，其实它是会回复到清净空的，它原始也没有是非的，这样才是。 所谓佛法里面的忍辱，而不是世间忍。因为我们讲世间的人，都是讲什么？嗯、呃，心上一把刀，<laughs> 是不是？那是一个非常粗浅的内心的抗争跟忍耐，那不、个、叫忍辱。佛法定义的忍辱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忍辱其实很很难。 完整的解释它，它必须加上什么？它必须加上实相空的道理的认可，也就是接受。那基础上，如果你能够修忍辱，呃，身形就会端正了。那我们当然知道嘛，人生气会怎么样？ 当然就是很难看呢、啊。那你难看习惯了，怎么会有端正心？<laughs> 是吧？所以修忍辱来讲，这个就是一种功夫。但如果你没有波瑞智慧，也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消化，最后还能够在因缘和合的时候把它完整的处理完毕，不能圆满它。 是没有办法落幕的，知道？他会好像一个档案没有归档啊，就放在那里。那所以忍入是一个完整，忍入是完整的，它不是一个点而已。以一个点的消融，自己这边不产生，那是能够即灭，但是不产生功德。那忍入波罗蜜。 加上波尔智慧，是指他完整的修为，最后产生功德。所以，如果只是忍入无波尔，不会正得即面忍；精进无波尔，徒心生灭功，不去争长海。这个懂吧？精进好多种精进啊，人有时候很精进啊，精进于邪的。 啊，精进于要的，精进于与德正菩提完全不相干的事，那个不叫精进了。现在我们只是套用这个字来反解释它，那个叫做欲望的追求与满足，那个是一种造作。所有的精进，它最后就是去向涅盘。 正得常乐我净，进入大觉海中，这样才叫精进。所以这个精进自然里面要能关照，要能啊洗心涤虑嘛，要能很清楚嘛，那这个精进才叫波罗蜜。禅定无波蕊，但行色界禅。 不入金刚定，那这个禅定大家都知道啊，什么都可以定，欲界也有定，色界也有定，凡夫也有定，二乘也有定，菩萨也有定，这里面它的果差很多。如果你要学学着修禅定，练得好功夫。 那叫外道禅。如果你学禅定是为了证得所谓极灭啊，自己内心的极境，那叫二乘禅。那菩萨的禅，菩萨的禅定，是最后能够进入金刚玉定，也就是无漏，在无漏中发展出。 所有的功用、智慧现前、执行上面有它的行动力，所以禅定要有波蕊。万恨无波蕊，空尘有漏音，不弃无为果。这就讲我们修行就是在讲行住坐卧啊，菩萨道啊。那你所有的行为如果。 无波蕊，也就是啊，里面没有波蕊智慧的话，空城有漏音。不过，是堆叠一些所谓善吧，不会弃入无为果，也就是得证菩提。那这里面就是强调五度。 都应当要有波蕊的摄持，才能够圆满万恨，成就佛果。否则就成为有漏的果嘛，对不对？所以波蕊是万德之首，万恨之道，这是他最前行的、最前面的一个基础要件。但并不是说，哎呀，我就修波蕊就好了。其实修行人很多偏差的哎。 好，我现在就是我什么都不干了。我现在就是专修这个波尔智慧，如果没有这个波尔智慧啊，什么都是假的，都是偏差的，都是轮回的。所以，其他的一切通通摆着，这个其实是不能够达到三绝缘的，是不能达到的。 也不可能万德庄严，不可能有庄严佛果的，但也不可能达毕竟彼岸，他没有办法达波罗蜜。最后，你以为你只修这个波瑞啊？